安全全播报，心情酷炫早知道。2018年很快就要过去了，距离农历新年也不远了。在这样的节点上 ，OPPO 于18日发布了R17系列新年版，宣布将于12月21日正式发售，售价分别是R17 2799元、R17 Pro 4299元。新年版的R17、R17 Pro 在硬件上没有变化，还是6.4英寸水滴屏，骁龙670、骁龙710，光学屏幕指纹的配置，前置2500万像素，后置1600万+500万像素，主要还是给R17穿上了漂亮的新衣，饱满的大红配色在机海中显得非常突出。 OPPO 还在红色中加入了暖金色，配上渐变效果与柔和光晕，调和出更有质感的新年红。相机周围还镶了一圈 18K 金进行点缀，通过浮层流光蚀刻工艺，在后盖下方雕刻了一只金色的祥云小猪，在周围云纹印花图案的映衬下显得更为立体。除了在外观上的改变，新年版还出厂预设了一套新的定制 UI， 满满的新年气息。小伙伴们准备好送别旧岁迎接新年了吗？今年春节就带上R17新年版去拜年吧。